的，我去隔壁买奶茶，你要不要？哎呀，你累不累啊？他家还得排队，这边随便点个饮料不一样吗？懒死你算了，我自己去。啊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奶啥呢？别提了，老板和客人打起来了。啊？打起来了？怎么，你们男人的好奇心都这么重吗？哎，是你男朋友太幼稚了，毕竟太年轻，不能跟我们这种活了几百年的神仙比。这都几点了，我姐怎么还没到啊？不好意思，来晚了，前面堵车了，有个挖掘机在修路。挖掘机？你干嘛去？我去看看。这是什么幼稚鬼？展猫，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跟他分手啊？展猫，展猫。哎呦我的妈！